女儿小玫瑰在去年十月办了公开 IG 账号，时常会透过社群与大家分享日常。不料近日却有部分网友攻击她虚荣，享受父亲带来的光环。面对外界的提问，小玫瑰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后，大方坦诚：“是的，我很虚荣的接受。”在 IG 开了8个月之后，超过10,000的粉丝：“是的，我很虚荣的享受。”在这边很多人的赞美：“是的，我很虚荣的享受。”在这里很多人给我的支持和鼓励。也坦言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对他而言是十分奢侈的一件事，除了感谢珍惜还是感谢珍惜。随后说到：“我不太能有自己的情绪，大多时候都容易被放大，即使我正在做着跟别人一样的事也不允许。不过他表示自己真心接受这一切，因为我知道我得到的比别人多。”高 EQ 的回复让不少粉丝都纷纷表示支持呢。